邓家。你说你是皇上的金发，你可认识我家姑娘公主吗？哎呦，认识我，大姑娘吗？认识。走。哎呦，回家花瓶啥用？毛脸儿好了，谁陪你妈去的？好娘，生怕三个月女，银子买女。呀，白姑娘子心眼好大方呀！哎，有大耳光，干脆一点吧。加工资些啊！参见公主。他是何人？哦，他就是当朝的大窟窿。这结花器难道有价值不成吗？这啊！你从何处而来？我从长安而来，奔何处而去？俺洛阳巡抚。对对对，看我过去啊！洛阳巡抚。
姐，这提亲之事以后再说吧。我外面他进过，这花中的美人身材相宜，处处动人，怎不领悟神马我求万岁多向黎民疾苦，少将为毛家人。此地云万万军酒在火之中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酒吧。万岁，天下无不少只会良辰同破之思，万岁欢迎多求。众大臣有多少只会强兵的方略，万岁欢迎多拿。万岁，好女婿愿贤才，将在南方舍己为你。哎呀，好厉害的一杆利口啊。万岁，请自请，请。